三三小姐，季总他，你敢打我？我又不是第一次打你，这么惊讶干什么？云深哥哥，刘少爷是为你不平，要不你劝劝白小姐，让他不要再针对刘少了。嗯，白药，你够了。我今天既然能来，自然是能做到公平公正的。行。你现在发誓，如果你敢偏袒，即日离婚。白药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，不敢啊？做不到就滚。我，哎，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谁跟他是一家人啊？我不介意在现场证明一下我们俩的身份。他们在说什么呀？